所以呢，下面呢，台长开始呢，就给大家呢啊看看图腾，好吧？好。你好。我是要问我的儿子啊，我儿子是2012年6月26日未时出世。现在呢，他大概10天，他心脏有孔啊，而且他的肺部有两个血管，一个通左肺，一个通右肺，他的其中那个一个血管不存在哦，还有他的全身那个血管输送养分还是什么，其中那个血管它偏窄了，我不懂。就是身上抱的这个孩子是吗？对。大家想想看，多可怜！所以孩子一到人间就开始痛苦，一直到死。所以人真的不要给自己制造太多的痛苦。好，那么你告诉我，他是几几年属什么的？他是属龙，今年2012年，才刚刚60天。我告诉你啊，你呀、真的是。这个孩子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台长都看见了。现在当时医生已经查出来说他有问题，你听得懂吗？医生没有跟你讲过吗？没有啊。哎，这个毛病是在你怀孕在胎盘的时候已经有了。没有啊。哎呦，这些医务人员真的呆。而且啊，我生了过后，那个医生也很怕，他一直讲说我只是看你，不是看小孩，小孩要找儿科。你看，所以我就告诉你，他看不好的。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小孩子来还债，你不要难过，我讲给你听。从现在图腾上来看，活不长的。听得懂吧？活不长啊。听得懂吧？现在从图腾上来看，他的心脏这个地方。明白吗？整个这个地方血管和心脏有一点歪斜。对。对。然后我现在看见他的肺倒是没有大问题，稍微有一点点哮喘，哭的时候会对不对呀、对不对呀、对。哪里？对，我想跑。好，不要紧张，台长既然帮你看了，我就有办法，好不好？好。这个孩子呢，刚刚20天，所有的机能呢，六十天，刚刚60天，他所有的机能还在恢复当中。还在形成当中，听得懂吗？现在目前呢，肺不是太严重，主要是心脏。啊，可能医生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会给他做一个手术。手术。对不对呀、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世界上的语言真的很好玩啊。好，那么我告诉你，现在呢，我看见这个孩子这个龙的身上啊。有一个黑影，黑的影子可能要来拉他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他比较会短命，听得懂吗？但是这个黑影呢，你如果想让他离开，那么你要好好的练小房子，明白吗？另外稍微等孩子再大一点再去做手术，明白吗？因为太小的孩子做手术，说不定如果这个黑影又是这个灵性，他没有走掉的话，就是在你做手术的时候，他会让你一拨一弄，你就走人。听得懂吗？听得懂。所以我希望你最好100天之后。100天之后动手术啊？你现在赶紧给他念经，跟医生说可以先吃一些药，打一些针。现在医生是跟我讲2个月过后10月多了，2个月过后回去检查，看见吗？台长讲的对不对呀、所以我早跟你们讲过了
啊，回去检查，好好把病看好。你现在问题，你不会好好的念经啦，念小房子啦，因为你还没有念经，我看不到你身上有一点点佛光啦，听得懂吗？想要孩子活得好好念经啊，明白吗？好了，你要念多少章是要小房子，像这种小孩子小房子至少1000张以上，听得懂吗？每天给小孩子念49遍心经，好吧，消灾吉祥神咒49遍，好吧，叫他把前世的功德今世先来用，念功德宝山神咒，把前世的一些功德今世先拿来用，听得懂吗？就可以了，好吧，念49遍，然后大量的放生，明白吗？我告诉你，我又要看了，他的经济还可以的，放生是没有问题的，听得懂吗？好好放生就可以了。好了，好，谢谢，吃饭。大家你好，你好。我想帮我未婚妻的儿子看他身体的状况。未婚妻的儿子，前夫的儿子。哇，你这个男人是善良的心啊，多好！哎，你这是爱屋及乌啊。好，哎，未婚妻的儿子，他是03年属羊的。哇。03年属羊的，你就告诉我他什么病吧。他后面有一个我帮你看得仔细一点。脂肪瘤，不是瘤，是脂肪。医生说是没有什么害的，要等到大一点看看是阳性还是什么。我告诉你，属什么？再讲呗。属羊。我看到了。这个瘤不算太大，我告诉你不算太大。拇指怎么了？但是它有一点时间比较扩散的。对，我告诉你边上都是黑气，明白了吗？可能要动手术的，因为过去这个囊肿啊没有扩散之前呢、啊、他找中医也不知道找人呢、啊推拿按摩或者用什么方法治疗过的，没治疗好，对不对啊？这个不太清楚。你的未婚妻会不喜欢你的，要了解清楚，好不好？还有他整天会看到一些，整天看到一些怪怪的东西，还要讲吗？灵性啊。好好念经啊，如果把灵性念掉了之后它不扩散了就慢慢有救，通过手术就可以了。如果已经扩散了灵性还没走，那就比较麻烦了，听得懂吗？好了，我们看见台长来了，就是有备而来的。你好，这是你的孩子，你先生，啊，你先生，你看上去他很年轻啊，长得非常可爱。好了，可爱就不要讲了，讲点毛病出来吧。我不来看可爱的，我来看毛病的。所以请问应该怎么样？要念多少的小房子？而且你先告诉我几年属什么的吧。74年。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啊
从后面啊，后背筋后脊背的脊柱啊，一直到下面呢、啊，是歪的，而且呢连不上这个地方。现在呢，我告诉你，他的意识非常好，很清楚，人也挺好。实际上，你想知道原因吗？他上辈子就是在他出世的时候，他曾经开车，就是把人家不当心啊，把人家一个人甩出去，他门没有关好，上辈子的时候，所以那个人死了，那个人这辈子也叫他这个样子。知道她上辈子是个女人，所以你这个先生非常温柔，人性格非常好，你像男人，他像女人。对，那能不对吗？那对不对啊？好，我告诉你，你先生过去没有出车祸之前，人很有才华的，他非常懂得艺术，明白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看他的情景，要想完全恢复比较麻烦，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损坏肉身。如果你们损坏了肉体之后，那么菩萨要帮你忙都很难治。最好就是说有病了，但是呢，在还没有完全啊里边损害弄掉切掉之前，最好就念经，这样比较菩萨容易救，明白吗？现在呢比较难一点，但是呢台长刚刚看他两个腿啊，有一个腿啊现在还能动，而且呢这个腿呢还没有受伤，好像精神和这个筋啊还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呀？是。哎，对，到现在还没累积。哎，我告诉你，你要跟我记住了，他这个人，既如果就算现在没有了，他也是偷人道，因为他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坏事，就是上辈子的事情。如果你们早点知道台长的话，我保证他不会出这个车。有多少人台长电话他说你要出车祸了，你赶紧念消灾吉祥神咒，赶紧念小丸子，我说你避是避不开的，但是你命一定能解。最后汽车全部撞烂了，他居然人没有事情。谢谢观众。所以现在认识台长也不迟，你看他可开心。现在认识台长也不迟，我告诉你，你要坚持锻炼，我教你个方法好吧。你叫你太太，你趴在床上的时候拿那个大杯水啊，供的大杯水，不要直接倒啊，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呢拿棉花你帮他在脊柱这个地方擦，一边擦一边念大悲咒，看看三个月下来他能不能动。你好好的帮他放放生，可以不可以？不要放这种小鱼，因为我连这个都看到，你给他放过生，鱼不大，对不对啊？台长厉害不厉害啊？难为情了吧？鱼都放不小，力量救了他，你的老婆怎么当的？你还小的，生命多一点嘛。小的人家不杀的，人家养的大才杀的，所以鱼大一点好啊，听得懂吗？你怎么不放鱼苗啊？你这种人怎么这样的啊？要是过去来人啊。好了，我告诉你，不要紧张，有思维就好，
经络还连得上，还可以。我告诉你，他最后的晚年可能可以站起来，最多拄根拐棍可以走路。一定要站起来，好不好？讲好。你看了吗？所以人只要心诚，一定则灵。我告诉你，台长给你看过了，筋还连得上，骨头是弯，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动过一个大手术，然后这个手术只能做到这个位置，他的骨架还没有完全长齐，等到他慢慢念经之后，他的骨架会长齐之后，他会这样，然后呢你到时候呢就慢慢慢慢的会合起来，然后呢他就腿就有力量了，现在主要是骨架没有力量，所以他腿就站不起来。台长，其实我想说他因为是曾经动过手术，脊椎有装一个铁片，对，其实那个铁片对他的那个神经很不好，压迫神经。我刚刚已经看到了，我就告诉你，这里一直影响到下面，听得懂吗？指挥部影响到下面，这根脊柱是一个人的中枢神经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不好了，下面一定不好。你现在先不要动，等你把大鱼放了，把经全念了，你再去查，医生一定会跟你说，哎呀，他好很多了，怎么这么奇怪？来来来，我们给他动个手术，他可能可以站起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未来的事情。好了，现在我看你可以下去了。这么好的，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说人要居安思危啊，不要以为今天我好我就牛得不得了，不要，没有意思啊，不知道哪一天就这样。你好。我听不懂啊。师傅，他是38年的虎。38年的虎。对。我又想讲笑话。马来西亚什么数字当中喜欢加个十？24岁，他说24年；38岁叫38年。那那天终于被我抓到一个了。那么30岁叫什么？30。看见了吧？他十就回家了。因为没有十了，30。啊，30。30。啊，对了，这个我就说，哎，终于有一个3和0就没有办法了。好，现在啊，帮你妈妈看看。是我妈。啊。哎，这个人就不好了，有分别心。这不是你老婆妈妈，对不对？说明前世是你妈妈的。说不定前世还是你奶奶呢。好了，有缘众生。好，现在你告诉我，38岁属马的是吧？38年属虎的。三八年属虎。三八年属虎。属虎的。虎的。想看什么老妈妈？她腰酸，脚酸。哎呦，想都不要想。老妈妈，你的腰啊酸了很长时间了，你的那个腰椎间盘啊突出啊，第三个骨头突出，你知道吧？你坐的时间长一点，你这里都会酸的，对不对呀？对对对。啊，老妈妈，我看到了，你身上有一个小孩，是你打胎的孩子，掉落过孩子的。听得懂吧？你现在赶紧
掉的话，它继续会让你腰不好。我看见它这两天已经跑到你的心脏的地方了，所以你最近这两天心脏很闷，胸闷气急，心脏很不舒服。老妈妈听得懂吗？多点点的时候就进医院了，听得懂吗？他在你身上不停地跑，跑到你这里一点点，跑到你那里一点点，在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那你就多点点了。你点小房子还能消灾，在身上多点点那就没有用了，听得懂吗？要好好念小房子，给他念49章。老妈妈，我现在看见你这个图腾，你的关节也很不好，关节痛，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好了，你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太凶了，老妈妈，现在好一点。你过去年轻的时候啊，凶了，明白吧？我不凶啊，我都不是凶。他说什么？他说不凶啊。你知道的，人家谁敢讲你凶啊？讲你凶你还给他饭吃了？你在家里是老大你不知道啊？你先生都是老二你不知道啊？好了，老实一点了，老妈妈。还有什么问题啊？好，腰间49章，明白了吗？关节多吃一点钙片，然后这两个关节的地方，我看见有很多的鱼，活鱼，你吃的太多活鱼了。这老妈妈是广东人吗？啊，福建人啊，用福建话我跟你讲。广东话我会讲，生猛海鲜。哦，福建话我也会讲一句话，我还福建佬。好了。好了。好了，叫老妈妈多多放放声，好不好？哎，好吧。还有许许愿行吗？你从现在能不能许愿说我不吃活的海鲜？好吧，老妈妈，你一定不能吃活的海鲜。你吃活的海鲜之后，我告诉你，你晚年两个病会致你死的，不是腰，是你的心脏，还有一个是你的脑子出毛病，因为你已经有一点忧郁症了，听得懂吗？你什么事情都记不住，现在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差，我刚刚看你脑子里都是空的，好不好啊？哎，好，谢谢。我还福建佬，很好玩的，哇，都是有备而来的。哎，台长您好，你好，这位是我母亲，她在1947年属猪，去年啊、被验有舌癌，舌头上，舌头的舌癌，然后现在的舌头很肿。我们只能用肚子广地吗？牛奶喂。啊，我知道了。动过手术了吗？有。哎、可是切一点点而已，不用整片，因为我切整片。我告诉你好吗？我看一下啊，几几年？40几年。17。属什么的？猪。不是太好。有一点点扩散，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只要你跟你妈妈说，叫你母亲不要担心啊，第一呢不会死，不会死的，第二呢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太好胜了，家族里面太好胜了，
明白吗？你妈妈太能干了，而且你妈妈，我可以告诉你，年轻的时候非常能干，但是她最大的问题，她的嘴巴不饶人啊，听得懂吗？所以叫她到今天为止，她都放不下，一定要改正啊。那么台长完全可以救她的，我可以叫她不扩散，然后慢慢的消肿啊，你叫她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我现在不但看到他淋巴了，我还看到他甲状腺。啊，他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叫妈妈不要难过，过去就是过去，没有关系啊。因为啊，我们有时候不懂事情，我们会做错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懂了，我们现在闻到佛法了，我们就要好好的改正。只要你妈妈心里一想，我以后舌头好了，我再也不乱讲话了，观世音菩萨请您慈悲慈悲我，我以后舌头好了，我去度更多的人，我现身说法，我告诉他们我要好好修心，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救的，你看一看，然后给他小房子先念108章，给他多放一点声，我告诉你他的舌头很快就会消肿。看到吗？还想给他加持，妈妈已经开心一点了，你们注意他的表情啊。那我再继续跟你讲下去，你妈妈是一个好人，家里什么事情都是他做的，而且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这个劫是在他过这个岁数当中啊，是一个劫，这个劫如果过掉了就会好一点。你妈妈现在一定不但要念经，我希望你多给她煲一点汤，就是说她要多吃一些凉性的东西。其实六神丸呐、这个牛黄解毒丸呐、实际上在过去的医学界当中就称为什么呢？就是称为一种良性的药，是能够治癌症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多吃一些凉的东西，少吃热的东西。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你可以帮他吃点六神丸，磨成粉呐，吃下去会消肿活血化瘀，不要完全用西医，我们中西医结合来治病，好不好？我告诉你，你妈妈现在已经感受到菩萨的慈悲，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很有信心，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助她的，明白吗？现在他一直在看台长，你妈妈一定能够，我一定能够救你的，但是你一定要多放生，而且要拿他的钱来放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哎，那钱都藏起来干什么？不懂了。不懂就藏起来，这个倒懂了。要拿出来放生，明白了吗？你妈妈，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的，最近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只不过有点扩散，所以有炎症。一边呢吃点凉的东西，一边呢赶快放生、许愿，还有念经，好不好？如果你妈妈哪一天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来看你，那是最好的。那么再差一点的呢，我们台上来看。在梦中法身来了，那他很快就会得救了。你们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都做梦做到台上法身？你们看不看？看看举手的，大家看一看，台上的法身很厉害的，一定能救你。你妈妈有没有信心啊？有吗？登一下，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好了，好好念经啊。我们就会去找你了。什么？盯着我啊？啊，要想知道一下要练多少次的小黄子啊？练多少次的小黄子？要命啊，没练过多少次，就像上次我在新加坡一样，说小黄子要搞一搞。怎么这样呢？你都是不懂的。念不是念多少次，念多少张小房子，先念108张，然后再不停的21张21张念，就会越念越好，好不好？功课怎么做？功课怎么做？都有人教他了，连问这个都有人教他了。大悲咒49遍，心经21遍，礼佛念5遍，然后每天念消灾吉祥神咒49遍，念解结咒108遍，因为他结冤太重，听得懂吗？好了，没问题了啊！你看，哎，开心了，可以啊，开心了啊，开心了啊！好，下一个。我是65年的蛇。65年。65年的蛇。我这乳房有三个，两个肿瘤，三 D 已经拿出来了，可是啊，最近又生瘤了，所以我应该怎么办？肿瘤是吧？良性的肿瘤。你告诉我部位，我帮你伸进去看看，是恶性还是良性，好吧？大哥。啊，是在右乳房。我告诉你啊，右乳房没有长东西，左乳房出毛病。左乳房出毛病了，啊，你要当心了，已经有黑的气在这里了。啊，医生看过了没有东西？我告诉你，现在没有东西不代表以后没东西。台长经常给人家看过都没有东西的，一查就有东西的，听得懂吗？你不要做不是东西就好了。我告诉你，我都帮你看出来了，你就相信台长，你去查查看。哎，这种东西我告诉你100%准，看得太准。对我来讲，看看检查检查，小菜一碟的，明白了吧？哎呀，你们下面前面看不见台长。因为我突然之间觉得前面的气场蛮大。好啦，现在我怎么办？现在你首先每天念49遍大悲咒，包你不生癌症，好不好？另外呢，自己心经念21遍。好不好？小房子第一波49，然后接下去21遍，这么一张一张念，好吧？但是要快一点。我现在看见你这个左乳房这里颜色已经深了，不是太好。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有时候这里有点感觉胀，或者有点感觉偶然的有点刺痛？有没有左面？有吗？左面没感觉，是右面是吧？我可以告诉你，一定是左面。右面还是挺干净。我现在看你右面是动过手术，很干净。对。好了，没事情。放心。大肠，大肠的部位。几年的？65年的，蛇。65年属蛇是吧？对。那我告诉你啊，你的大肠现在有点往下掉，肠啊有点粘连，所以你的大便不好。对。我告诉你，你的右肾，右面的腰也不好。对。你的胃肠胃啊
不好，就是在这个当中啊，当中的地方经常吃得太饱或者吃得太少的时候，或者少粮的时候，你是就是肚脐眼上面这个部位五指的地方经常会痛。对，明白了吗？我能够帮你看出来，我就能医治你，你知道吗？你年轻的时候活的东西也吃得太多了，听得懂吗？我好像觉得看到里面有些怪怪的小动物，好像不是像鱼，有点像你好像有点像小龙虾，也不知道像虾，好像这种大的虾你吃的很多，一个时期螃蟹，看见了吧？螃蟹爬在你的胃上了，听得懂吗？我再讲一点好吧，你要注意的啊，你的泌尿系统有问题，泌尿系统就是小便不好。对，嗯，对。好了，怎么办？凉拌。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们，好好的修，好好的学，然后念经许愿放生多少遍，去问问其他人都知道，你好好听话，你很有能力的，你这个人是才女，听得懂吧？你的学习非常非常好，告诉大家对不对？对。好啦，就下去了，蛮老实的，叫他下去就下去，因为他知道不下去就来人了。好，台长你好，这位同学只能说一点点和听一点点中文和英文，那法师愿意帮助他说福建话。好，是这样子的，他是80年的猴，他怀孕4个月，医生上个星期检查出他肚子里面的孩子脑子里长了2个水瘤、嗯、医生和他都担心孩子生出来会变成痴呆，就是行动迟缓。星期一他准备要抽羊水做这个化验，他想问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可不可以用小房子把他保住。几年的？80年的猴。我告诉你啊，现在他这个孩子啊，非常非常小，比正常的月份要小很多。对不对呀？哎，而且这个小孩子现在头没有朝下，横在你的肚子上，你做 B 超可以看到。在羊水当中是横过来的，头还没朝下，对不对啊？看见了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孩子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让他再长一长，长啊，再长大一点，你看看这个瘤会不会有？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这样不念经的长下去的话，那你接下来一定会有毛病的，听得懂吧？你现在已经很有福气了，你知道吗？我讲一点好吗？这个法师跟你为什么比较有缘吗？是你的侄子是吧？侄儿是吧？侄儿的媳妇，儿媳妇，你知道他上辈子跟你是什么关系吗？你们两个是兄弟。你们仔细看看他们像不像？又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这么像？明白了吗？所以我就告诉你了，你现在听台长的话，他必须要念很多很多的消灾吉祥神咒，还有
心经每天必须念49遍，大悲咒27遍，礼佛念3遍，听得懂吗？然后接下去要他念念小房子，但是不要多，一个星期烧3张，不停地烧。你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去看看孩子头上还有没有水泡。你能不能叫他放放生？可以吗？放生，明白吗？放生，买鱼，放生，鱼是最好的，但是不能这么小，明白吗？他说要小的，打打地，啊，明白吗？大大这样鱼就可以，实际上一壶口就可以了，这么大，这种鱼就可以了，好吧？他说什么？你给我翻译一下。他说孩子出来很正常。啊，这个孩子啊，没有这个泡泡嘛，就好很多了呀。但是他现在是在当护士，我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念这么多经，我可以帮忙他念。那当然了，法师帮他念功力更强了。哎呀，你看看看，还好前世有缘分，有这么个兄弟。看看了吧，现在知道了吧？实际上啊，哎，大家都是人跟人啊，你们坐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缘分的，所以啊，在家里也是的，不要吵，不要闹，都是自己有缘人，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啊，对不对呀？抽水，想要抽啊，我看看啊。啊，羊水多了一点点，羊水啊，多了一点点。啊，羊水比较多，他说叫你把羊水抽出来之后去化验，听得懂吗？没有关系的，你现在赶紧许愿，愿力是最容易、最早、最快，而且最有力量的一种。但是愿力许完之后，必须要去做，你听得懂吗？现在叫他马上许大愿，我这个孩子观世音菩萨慈悲，能够让他顺顺利利生出来之后，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听得懂吗？多做功德，帮助法师，好不好啊？好，下一个。台长你好。你好。我属牛，60年，想去问你我的鼻子的敏感。61年属牛的是吧？对。啊，你不是鼻子敏感的，你在这个鼻咽腔的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啊，有一块黑的东西，我不知道是长了一个东西，还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块，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啊，医生说过没有啊？没有去检查。啊，这个地方你记住，你经常的毛病是这样：第一，会鼻子老觉得不舒服，经常这样。对。然后经常有时候会流鼻水。对。还有第三个，你的鼻咽腔一震的时候，影响你的视力，眼睛都看不大清楚。对的，是的。你知道吗？在你这个地方，台上看见一个小婴儿，你老婆一定打过胎的。对。你这个人很好强，能够赚很多的钱，但是是很辛苦赚来的钱。对。你这头牛脾气很不好，因为上面有两个牛角会拱人家的，对不对啊？对。
弹牙，这从牛边上怎么还有头母牛啊？有女朋友，老实一点啊！没有，你再敢讲一遍，你老婆在不在？啊、哦，那没有，是没有，对，但是以后会有的啊，一定要注意，听得懂吗？啊，以后注意啊，万一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要记住，只要你好好的学佛修心念经，把你度到了，你就有救了。好了，到时你还有两个问题，刚刚看到的，还有你愿意不愿意听台长的话？愿意。你气量能不能大一点？可以。你气量太小了，对不对啊？对。因为这种牛啊，整天的拿牛角在那里撞来撞去的。好，其他的呢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腰啊要注意，你的腰现在很不好，肾脏肾亏啊，肾虚啊，所以你在床上时间睡得长了，你觉得这两个腰啊很没有力量，是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念，根据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太太的打胎孩子会跑到你这里来，肯定你太太怀孕的时候，或者你叫她不要不要，或者她说我们不要好吗，你说不要了，你讲过没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流掉了？没有。是她自己流掉的？没有，她自己已经打掉了。她自己打掉了是不是啊？很多年才跟我讲，跑到你这里来，你没跟她讲过是吧？跟谁讲？就是他打掉之后，你有没有讲过什么话？打得好，打得好，就是。讲过吗？我也跟他讲，为什么你见不着？啊，你还问他呢？这不对啊，他为什么跑到你这里来呢？哦，我就说这个方式不对的。那没有关系，如果这个孩子如果生出来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一定跟你有冤结。哦。所以他现在死缠着你，就是死掉了，他还是缠。就是你方面的冤结，听得懂吗？听得懂。好了，很清楚了，明白吗？现在你给他念27张小房子。27张。不多的，27张很少的。我们这里的人一天可以念4-5张，3-4张都行，对不对？这两天更不对了，这两天大概一天可以念7-8张了，好不好啊？其他没什么啊，注意自己的前列腺，你现在的前列腺有点肥大，明白吗？所以你小便站在那里半天小得出来，经常，明白吗？明白。好，就这样。谢谢。男的女的？男的。我老公。啊，男的。哦，对不起，我刚才没听到。82年的狗。身体，健康。那，他的毛病看到了，是从肠胃这里到下腹部这个地方都有问题。还乙肝。我刚刚想讲肝，你得让我先讲出来好不好？我刚刚想说的肝，因为他的肝呐、啊、是看到有当中有镶嵌的白的一条的东西，他的肝有点硬化。哦，现在已经硬化了。有一点硬化。听得懂吗？我看看啊，台长给你看点本事啊，看看原因找找看。这个肝有点像长期慢慢慢慢的把它损坏的，他一定会喝酒。他不能喝酒，就没喝过。过去没喝过吧？从来。但是他这个肝是一点一点的
定化的。我现在告诉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家族里面有没有人肝不好？遗传呀，我婆婆是一个肝。看见吗？总有道理。一般的遗传就是一点一点的来。你们知道糖尿病，一般的家属当中有糖尿病传给孩子，他不是从小就不能吃糖的，而是一直慢慢慢慢你拼命吃糖，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才开始爆发的。听得懂吗？对，他吃的东西比较多，什么都吃，活的也吃。活的我现在不让他吃。现在不让他吃，过去吃过的并不是说没有了。对对对，对不对呀？很简单，他喜欢吃鱼原来。而且我告诉你好吗，非但喜欢吃鱼，过去还喜欢吃鱼子。啊，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吃了多少鱼了？一个鱼子里面有多少鱼啊？听得懂吗？你们知道放生啊，放鱼子也是功德大大的呀。听得懂吗？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放鱼子啊也是生命啊。鱼子如果就算冰冻的，在两三个月当中，它照样放下去能够存活的，很厉害的，明白吗？好了。它有灵性的孽障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八二年的狗。它灵性有吗？在背上。多少张小房子？给他念49张。孽障呢？孽障，孽障在肠胃上面。就是这个肝。这个。看到一个老妈妈。奶奶吧。白头发的老妈妈，从小带他的。他奶奶。还做到什么？我应该知道是他奶奶，因为原来我给我奶奶念经的时候，我梦到过他奶奶。我没见过他奶奶，因为我结婚的时候他奶奶已经去世了。是搞什么东西？他奶奶，他奶奶，你奶奶，我奶奶，他奶奶，听不听不清楚？你稍微讲的慢一点好吧？就节约时间，对不起。我奶奶。我就是念多少张小房子吧。你看见过他奶奶的？梦里看见过他奶奶。实际上他奶奶领过他的，对不对？对对，从小带大的。所以他奶奶跟你也有缘分，他奶奶跟他也有缘分。我听了怎么这么别扭？好了，明白了吗？他这个念障病要念，一共念多少张小房子，这个肝才能好？比如说饮食上还是？没有那么快的。至少280张。280张。我念的时候不是会好转。你叫他放点生蚝吧。我们一直放。一直放就好。对。还有许愿了吗？他就没许愿。啊？他没许，我许。你许，他没许愿。好。他说肚子饿了，你替他吃饭，他一定会饱的。我回去就让他吃。听得懂吗？那个台长。他又不听你话的。听的。听的。表面上听你话。暗中他不听你话，听懂吗？好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我快速说。有人说他跟观世音菩萨特别有缘，你看。跟观世音菩萨有缘？你看看看，这么多的人，你们告诉我，你们跟观世音菩萨有缘没缘啊？我知道你们。开心不得了，我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大家都有缘的。不是有人说他是观世音菩萨送下来的？有这么个说法？观音菩萨什么？送他下来的。送他下来的？不知道，没看。你要我看不啦？你要我看啊？就他这种人，菩萨送他下来，迷失方向。没有吧？他原来就是梦到自己在天上飞。叫他好，他做梦做到天上飞过了。对，一直飞的。要看哪个道理，说不定阿修罗道。是的，是阿修罗，因为是流星。人家说他是阿修罗道。不是，没有，是一个人说他在我婆婆怀孕的时候，说是观世音菩萨把他送下来的。所以他我怎么知道是阿修罗道的呢？他梦的做梦是在比较黑的天，有流星
华座，我猜是阿修罗。你上去过了。这个人真的什么都替他老公讲。好了好了，你就当他观世音菩萨送下来的就好了，好好爱护他，保护他的肝。好了，我家佛台好吗？我家佛台好。你佛台？佛台啊。我等一下。哦哦，你家离这里很远啊，不是马来西亚的吗？上海的。哦，还可以，你家的佛台靠近窗户的。哦，现在换位置了。哎。现在换位置了。哎，但是菩萨还是在你窗户这里。还在，那我还要换回去吗？哎，最好换回去。还是原来。菩萨来就是在从你窗户边上，你不是放在窗户正的，是在窗户边上。对的，对的。哎。原来你放在窗户边上的时候，香会打卷，菩萨来过。对，现在也打卷，现在也打卷。现在是护法神来。我告诉你啊，你家不算大，对，很小，两房，而且你们家的门呐、好像还有前面好像还有一个铁门一样，就是你们家的大门呐、前面好像还有一个铁的什么东西，就是你家的大门呐、前面好像还有跟什么防盗门一样，我就看了一个像铁栏杆一样的。我就一个门。对，一个门是吧、但是这个门是铁的吧？你看的我是哪个房子？这个人也有，这个人也有。那个另一个地方是有一个铁栏杆。啊，对了，我看见另一个了，另一个好像比这个还要大一点，房子。差不多，看起来大。看起来感觉大一点。是这个，这个。哎呦，哎呀，沙发上堆了很多东西。我们在家没打扫过。我又没说你不好。我说证实我看到你，大家相信就是这样。好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问下去好了，问到明天了。小房子可以直接消孽障吗，台长？小房子能不能消孽障？直接消孽障，在没有礼佛经文的情况下。小房子就是消孽障的。不是超度灵性吗？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女儿念800多张小房子，但是她灵性只要18张，孽障需要800多张，那这个时候小房子烧下去是直接消孽障，还是给药精者？给药精者就是消业障，一样的啊，一样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哎，好了，哎，鼓掌吧，鼓掌。还有一个，每个人都这么的可怜，每个人都需要救，对不对啊？所以台长来一次也不容易，所以我就尽量多救一点人，对不对啊？台长您好。您好。我今天有请台长。是85年属牛的是吧？他你想看什么？告诉我。他癌症复发。哎呀，我告诉你啊，在他的这个部位啊，腰部啊，一直到大腿部啊，这个地方很黑。对对对。属什么？再讲一遍好吗？属牛。因为台长一次打上去，看好了，我下来了之后。那么我就会忘记它生效了，就是要问，那我再打上去。所以我打上去的时候呢，就气场打上去的时候，最好呢就是说你要多问几个问题，你听得懂吗？对，他是85年属牛的。哦，他动过手术。有啊，2010年。他现在的右边啊，他现在的右边啊，右半边啊，啊，不是太好，明白吗？对。这个小弟啊，你很聪明，
明白吧？年轻的时候想的太多了啊，做了一些啊人家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台长是看得出来的。我也不想让你在大家面前说啊承认不承认，但是台长现在告诉你，你必须要承认，你要忏悔，小弟知道吗？什么事情我就不忏悔。看得见，所以小弟你要从心中就开始想，我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观世音菩萨你原谅我，我年纪还轻，我希望能够在人间多做一点善事来弥补我过去的过失，如果我身体好了，我一定会现身说法。想老实话，像你这种癌症现在台长看看要救起来很容易的，不能。已经感人灵感就感人了，所以他马上就一个人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只要讲到谁很多人都会哭，为什么？很简单，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波，所以没有一个人肯定观世音菩萨会不哭的，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太慈悲了，他永远爱我，我们每一个人。小弟你要有信心好不好，你天天给他喝大杯水，你们家有佛台吗？你看佛台都没有，怎么办呢？真的，我觉得你们这里的马来西亚公修组啊，就给他教教他，赶快给他家里设佛台好不好啊。这个小孩子我告诉你，良心很善良的，实际上他心中很孤独，我可以告诉你他的这个病也是忧郁的。为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父母亲啊经常吵架，小孩子在边上经常哭，很难过，听得懂吗？他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经常不开心，他一直心里不开心，抑郁啊成病，听不懂啊？你是他妈妈不啦？你以为你这么老实啊还装傻呢？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凶得不得了你不知道的，你还要我讲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比你老公凶，在我面前最好老实一点，你听得懂吗？现在好一点了，现在也是凶啊，要好好的放下自己，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去凶了，就是随缘，客客气气，笑嘻嘻，听得懂吗？讲了他傻掉了。什么？你们做什么功课？做什么功课？大悲咒49遍啊。像这种癌症的东西，为什么反而容易治呢？因为癌症它是细胞，它是灵性，它会跑的，所以就比较容易消掉。听得懂吗？但是如果已经残废了，那个腿割掉了，你再念多少张小房子，那个腿也念不回来。大家听得懂吗？我告诉你，我就他这个癌症，不知道多少个，都是说医生判心说一个月、两个月死掉的，全部可以救到好了。我就怕你们不修，我没办法救。如果你照着台长做的，什么都救得好，明白了吗？好了，那你叫他还要念姐姐咒啊，49遍，孩子很可怜，真的。我只有我了解他，台长说的他心里的，你们父母亲都不了解他。我告诉你，真的，你看见你孩子就这么苦，想一想就知道，明白了吗？好好的修了，要小房子啊，小房子，小房子是吧？哦，等他完全恢复，大概要900张，好吧，慢慢念吧。现在有共修组了，不怕了，相互帮助，好了，谢谢，不要再凶了啊。
小弟啊，听了我今天晚上给他一讲啊，他信心倍增，真的。很多人面临死亡的人，台长一跟他加持，他都觉得有希望。你说吧，能不能讲话响一点啊 ？OK， 我的家非常不融洽。他说什么？哥哥们和我有严重的矛盾。哥哥们故意不回家。啊，家庭就是很麻烦。然后就是让你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好，哥哥对我有严重的矛盾，因为他们我爸爸有病，我妈妈老了，他们也不回来看，也不管。父亲把产业给我，让我回家，他们知道后就孤立我。我要怎么念经化解？我告诉你好吧，在念经化解之前，我稍微讲几句话。你也不省油啊！听得懂吗？听得懂。你呀、啊，不要以为啊，你是孤军奋战。我告诉你啊，你还以为自己一讲什么，一个大将军呢？啊，所以要记住啊，几几年属什么的？我吗？1968年属猴、啊。你哥哥呢？两个，一个是1949年属牛，一个是1959年属猪。那我告诉你，你有一个哥哥，本来对你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另外一个哥哥到他那里去挑拨，两个人联合起来想攻击你，对不对？太对了。明白了吗？好了，现在你怎么讲讲遍孙子兵法了，各个击破。没有开玩笑，各个化解，听得懂吗？先化解一个属猪的，听得懂吗？因为这个属猪的对你还不错。先给他念几句咒，明白吗？念完属猪的。还有什么属什么牛，再念那个属牛的，一个个来，你能懂吗？念到后来就会给你一个人就好了，没有问题的。你呢稍微大方一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来给他们一点。你有钱，我告诉你们，他不是牛啊。没有钱是在家里，全部藏在银行的保险柜。还有爸爸妈妈要供养。看见了吗？藏起来。现在说没有钱，我还有爸爸妈妈要供养啊。哎，记住，我叫你不是拿出很多钱，稍微拿一点点。你看，还有参谋长呢。我的妈呀！好了，听台长话。明白了吗？花钱消灾，多念解结咒，前世冤结今世化，想平安就是福，不要跟人争斗，哪一天斗不过来的话，你的眼睛就斗起来了。好了，好了。好，你相信不相信？台长都能看到你把钱藏在哪里。就是说，你说要照顾爸爸妈妈以后的钱，老实一点啦，好不好？台长你好，我1961年属牛，我经常我们就是在医院经常麻痹，看医生也看不好。1961年属牛的是吧？对。老先生是这样的，你现在麻痹的是左脑和左手啊，特别容易麻痹。左面啊？是右面。右面。
老人家，你左面眼麻的，没有这么严重，没有那么多严重，你以后真的出事情是左面啊，你明白吗？明白。你会脑血栓的，就是小中风的，你一定要当心啊，你现在胆固醇很高啊，我看你的血啊流不动啊，而且流到心脏的地方啊它就转得很慢，你听得懂吗？听懂啊。你右面是血液循环走的时候是有点麻，但是真正的毛病是左手左脑不通啊，你听得懂吗？你现在手是右面麻，但是你的脑子啊是左面的麻，对不对啊？对。好不好？就是这样。台长看东西准得不得了，你现在赶紧吃丹参片好不好啊？好。有吗？没有。你待会儿到我上面来，我给你一点。真的。我真的给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吃的会好的，真的会好的，丹参片非常好。我告诉大家，丹参片是仙丹啊！我再告诉你，活血化瘀，你们知道血液流通，瘀是什么？就是长东西。多吃丹参片会把你的瘀会消掉的，所以要活血化瘀。啊，在顶椎。颈椎是老毛病。对呀、啊。很长时间。你属什么？对不起。你属什么？属牛。哦，颈椎出问题。你的颈椎是靠下部，就是脖子的下面这个地方的，你听得懂吧？有好几根钢缆，钢的东西，黑的，一条一条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业障的。钢缆的，一条一条黑的东西，明白吗？明白。哎，你自己当心点吧，好吧？我觉得你人还是蛮好，那你的气量要大一点，你很多事情能放得下。对呀。要念小房子，一定有灵性。你能念49章吗？能。好了，没什么大问题。每个星期念7章，一天1章。你连续念半年，你看看你颈椎好不好？另外，自己睡觉枕头太高，放低一点，明白了吗？明白。还有晚上睡觉时间稍微早一点。好。好吧。其他没什么问题。哎，谢谢。人呐、啊，富贵啊，都是前世修，大家知道吗？好吧，好了。好，下一位啊。台长您好。你好。陈台长，我要问我的儿子属猪的，95年。95年属猪的是吧？想看看他有没有灵性是吧？是。在肠胃上有灵性，所以你的小孩子啊，肠胃一直不舒服。对。对，能不能讲详一点？对。明白了吗？明白。第二个，你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人呐、啊、不大肯多讲话，有时候有点自闭。对，比较自闭。现在我告诉你，好吗？你多给他念心经就可以了，49遍。然后呢，小房子也要给他念。好，要多少张？小房子78张。我不想多讲了，你都知道他为什么要念小房子。我知道。
所以我有时候给人家看图腾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很有些人很聪明，他让人家一讲他马上就不想，他马上就知道了，不太讲多少大小房子，他我再讲下去我把他的女朋友都讲得出来，你听得懂吗？台长，我再问一下，我超度我流产的孩子走了没有？我一共念了48张小房子。你属什么？我属猪。啊，我属蛇。几几年啊？65年。65年属蛇是吧？对。嗯，已经走掉了。谢谢台长。您好，感恩。你好。本人属牛，1961年，请卢。哎，不能再有了，怎么这么多啊？不可以的，时间不对了。请卢台查查我的身体。嗯，几几年的？属牛，61年。我告诉你啊，是这样的。现在你的身体是内分泌失调，你的睡眠不好，听得懂吗？嗯，明白。肩膀酸痛，脖子酸痛。是。你好像这个肠胃这里不好，而且右腹有点隐隐作痛，你知道吗？你有胆有问题了，胆啊。胆知道吗？胆。Gold blood. Gold blood. 胆囊呀，胆囊知道吗？就是在肝的边上。我的妈呀，他连胆都找不到。知道吗？吃的太饱了，这里会以心上腹部会隐隐作痛，听得懂吗？三股微风。看见啦。啊，我早就跟你讲了。还有，你的妇科也不好，你已经有子宫肌瘤了，小的。子宫肌瘤。他听什么语言啊？我还没有去做检查，明年我就有做检查。哎，我告诉你，你现在有了。那该怎么办？你去查吧。一定有的，台长说有的，不行去查看看。你明天去查，你明天晚上就可以告诉他了。台长就这么厉害，明白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大，不大，但是呢，经常让你有点泌尿系统，就是小便不畅。你现在小便经常不畅，听得懂吗？听得懂。哎。那他怎样去？哎，怎样去？现在已经来了。读信吗？你现在我很担心，真的很痛苦。他说什么？我用读信吗？哇！啊，有灵性吗？有读信吗？那个什么叫读信啊？这个胃是不是有毒性的瘤？哦，毒性的，那又是有扁胀。我帮你看看啊。几几年的？61年属牛。嗯，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那怎样去治疗？你现在在还没它长大之前，我希望你赶紧念小房子，因为我看到了有一个你的长辈在你身上，有时候在你家里，所以你经常会在家里听到一些响声。长辈，哎，是我母亲的，我父亲的，还是我丈夫的？一个男的，一个老婆婆，脸比较大一点的，头发蛮少的，往后梳的，你不要去想了，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哎，不要，请卢台长，我。
你现在赶紧给他念，我不知道是谁哦。你现在给他念49章小房子好吗？好，可以。每天是吗？哎，我可以告诉你，你给他念到21章的时候，他会来看你。21章。哎，好吧。那个时候来看你，就不会像今天晚上来看你。如果我叫他今天晚上看你，你会很怕的，鬼压身啊，什么都会有的。就是等到你21章念了，他就很客气对你，明白了吗？明白。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注意啊，你的眼睛很干啊，眼睛啊很不好。是啊，是。非常不好，视力减退很厉害，看东西有点模糊。对哦，近年来几年来都是。看见吗？好啦。我曾经不知人知打过胎，所以那个灵性还没有留在我的身边。你念过小房子没有啊？我有念通吗？那边念通，每天都有念。他念什么？通吗？那边念通，每天都有念。那不是小房子呀。哦。我妈你背背空呀，每天都有。哎，这个我有求爱忏悔啊，因为我有求爱忏悔，我不知年轻的时候不知啊，这个忏悔了没有用的，打死的人不是说几句好话就没有了，应该干嘛？打死人应该完全就是应该彻底的念小房子把它超度走才行，你明白了吗？好好念吧，好不好？好了台长就这么我告诉你他我们在我们的内心不能再说了不是他能念吗啊是啊我已经给你生气了我们杭州来的明天好吧明天什么时候啊台长今天有点累好吧好了台长希望你们能够跟着菩萨好好学佛修行，大家都看见了，要好好救人。实际上，你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为自己活，要为众生而活着。听得懂吗？千万不要为自己活，为自己活的人，他是修不好心的。只有为众生活的人。他才具有佛心。好，那么台长呢，今天呢跟大家开始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这两天有这么多的菩萨都在跟我们在一起，我就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以后能够一起到观世音菩萨的天上。这两天好好念经，功德无量。我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念经的人，念一遍等于2遍的功德。你们都没看见菩萨一直在我后面，很开心啊！你们真的看不见的，当你们哪天看见的时候，你们就特别开心。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修行。当现在还看不到菩萨的时候，你们只能看看卢台长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明天见啊，明天见。